是不是正赶上做任务啊？走错了！哎，别！来，给我们出出主意。这个俩人太客气了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您这不是正巧来这层吗？我是打这过啊，过就好像来了就是客呀，对不对？路过这里啊，来。说我们准备拍一个假头套的这个昆虫，少来这套，少来这套啊！不是你不拍？哎，不对，你们三个在一起啊？不是，人家是守关的，我守关的，你守关的啊？我们俩公关，我有点不太敢。师傅假发这，您能给我帮忙吗？什么叫帮忙？拍15秒的广告，对，15秒的广告，对，得需要演员，需要人，有人配合。对，我带这个。对。这是18年前、20年前，各大综艺节目都用的够烂烂的这个东西。我来了。啊，给嘉宾戴上这个。